哦，是的。这样人不想说，这样质量啥都干到位，自己不是好人。这要干成临时工了个站。电商要好好干，大伙这都管，不是你不是好，你知道不？我搁咱这，他都想省事。这闺女这边儿也晚上的都6、7岁了，嗯，没啥事。这下在外上整天不干了，嗯，那是。那得，这我们村里就说算那了，那我给冻成梗，俺给电视上的是不？哎呀，你这，咱们这五保60岁的，找找人，那俩都是五保，我四五百位，那俩再加上那呢，再加上独生子女，那俩的五保，你到时候再领着，不要那了，那管到时候啥不要干啥，就供那，到时候我找俺那个保镖那个。从上找他啥的姐的不嘞？找他，啊？不是，县里他那个叫，就是他那个找那个啥姐姐的不嘞？电商不嘞？有人军不是军？那这样包他现在他听得怪高兴，咱们找他干。53了都，我别快了，他53了，看着不像53人呀。还干着54了，知道不？没人50、60几，不打工不赚钱，不去打工了。没人六十七是，不再出去打工了。